Tony， 哎，来吧，欢迎。其实我跟 Tony 常见面啊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基督的美式餐厅，然后呢，来专访一下Tony 在这快两年了嘛，哈，三个对，快三年了，这边快三年了，然后学习这个网络行销大概是这快快两年的时间。认识奶爸之后才开始学。对，然后其实 Tony 本身经营的那个成绩就已经还不错了哈。对对对，还好还好。然后只是说利用这个网络的工具哈，尤其是这个从2015年初那个 Light 出来之后啊，是，然后比较更妥善的去应用这个 Light 的工具啊，发挥它的功能。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一下哈，就是Tony 为什么会去经营这家餐厅呢？跟大家讲一下吧。我以前是职业军人，然后我妹妹她大学毕业，她是经济系的，然后就一直在从事那个厨师的工作。然后对，然后后来我妹妹也是去澳洲，就是做厨师嘛，那时候做打工有去。那后来因为在那边做的也蛮好的，然后澳洲那边想把她留下来，但是我爸爸舍不得。对，所以就想说，哎，不然就是回来开个餐厅，对，把我们两个都绑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是 Tony 嘛，我妹妹叫 Tina， 所以我们就取名叫 T2。哦，对 ，T2 美式餐厅。T2。对，其实这边是桃园的中正艺文特区哦，艺文特区，所以算是一级战区。一级战区哈，所谓一级战区是什么意思？一级战区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意思，竞争非常激烈，租金很高。我自己住在这边已经这附近已经15年的时间了。我在这边看到很多新开的店面，大部分都撑不过一年，然后就倒闭了很多、哦、那 Tony 在这边撑三年了，有没有什么你们的店有什么特色？为什么可以让你们经营的这么顺利？其实也不敢说很顺利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初创业其实也都是懵懵懂懂的。对，那当然特色的话，好吃新鲜，然后用料实在，我觉得 是基本的。对对，蛮好吃的。那谢谢谢谢。对，但是好吃真的够吗？我觉得这样经营下来，跟还有看那很多很多店家，我觉得好吃并不完全，真的只是基本的。那后续还有很多的，不管是管理啊、行销啊，这些都是很多学问。对，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，环环相扣，都不能缺少。那你觉得经营这几年，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？这边竞争真的很激烈，然后那我们也能够也都越做越上轨道，那客人给我们的反应跟评价也都还算蛮正向的。那我们一年也服务了大概有四万多人在桃园这个区块。对，蛮不错的哦。没有没有。那网络行销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网络行销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，我以前是没有这么有行销的观念，也不晓得行销那么的重要。对，那也是听了奶爸就是认识之后，我们在商会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，然后听一听都觉得有道理，然后我们也愿意去尝试看看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开始慢慢的做，就越做越有点。那你用哪些工具？工具哦，对对对，其实因为我们餐饮业也没有说要用到太高深的东西，对，很多更专业的，但是我们就是很大众都会用到接触，像每个人都有 Line， 然后台湾每个人几乎都有用 Facebook， 对，我们主要就是 Line 跟 Facebook。我看到你们有这个牌子啊，哦，这个牌子，这个你们是怎么去活用它呢？哦，这个，大家介绍一下，你都怎么使用？这个真的要谢谢奶爸，因为奶爸也是来我们店里面吃饭，就给我们一些意见嘛。那奶爸就跟我说，你是 T2 啊，那你是不是每个月2号来做个活动啊，然后在 LINE 上面做？我说这个好像有相关哦，每个月二号，结果就现在就已经变成我们 T2 啊、客人有时候来这边发现今天是2号，自己就主动就去加我们的 LINE， 然后所以会有优惠。所以每个月2号的时候，你们的 LINE App 你都固定会发出优惠讯息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都会发出优惠讯息。Okay. 所以发出这个优惠讯息，其实它带来的效应是什么？一开始的话没有想象中这么快。对，那后续的话，因为就是我们就是持续的做，那持续的做就我们就也不想要放弃啊，好像有点效果，可是就越做越做。
然后可能又经过有时候活动转分享还是什么的，转分享很有效哦，真的真的啊，有时候也有部落客，有一次也有部落客帮我们分享，哇，那个就是速度就很快很快。像我们现在这样做了一年多下来，我们从一两百人到现在即将迈向3000人，3000人哦，真的不错哦。那回头客多吗？回头客蛮多的啊，有一次我记得好像。有时候比较忙，忘了发、那个客人还会自己传给他。哎、欸，今天不是二号吗？没有寄又回去。那你们现在还会去发传统的传单吗？不会、欸，我觉得现在传统的传单真的、效果不好。对，客人会反感，客人会反感啊、哦！记得、哦、客人会反感传统的传单。对，而且就是也比较不环保，也没有效率。对，我到时候常常跟有时候朋友啊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，你看你现在你累积的名单，对，你不要小看这些名单哦，等你真的需要再发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一次发给七八百个人，然后1-2000人，对啊，那人家也愿意拆开来读，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奶爸书上里面讲那个收集名单的重要性，我都很推荐，然后也会推荐我周边的不管是业者跟大家分享，对我自己本身也有。送我们其他一些好朋友奶爸的书，然后也帮助他，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多一点的那个曝光度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有受用，真的觉得我在做善事。对，我觉得很便宜的投资，对，很划算的投资啦。真的，因为我一本书都写3个月以上，可是读者通常都几天内就可以把它看完。而且一本才卖200多块而已，真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网络行销上面没有太多的预算，去学习一些相关知识的话，我觉得你投资一本书、2本书，花几百块钱，然后真的很划算，你就可以让整个脑袋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观念跟知识。然后还有，其实我这2本书里面背后都有，里面都有光碟片，然后每一张光碟片都超过。2个钟头啊！哇，对，所以其实光碟片的价值比书本身还要贵很多倍。OK， 精心录制。对，在奶爸的群组里面啊，其实就蛮多学长姐的。那有些真的大家都很有经验。那像我们餐饮业者，其实要忙店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说真的，对，你说真的要完全都学到很专精的话，我觉得是还是有点对要再加强。对，但是。在那边提问啊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帮忙互相解决问题，我觉得是很好。有时候看大家都学得很快，问的都很专业，然后我就想想自己，好像有点看速度有点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方向是正确的，不管你学得快或慢，就是持续努力的去不断的去学，我相信都还是会看到一些成果。对，我们都常讲说那个。Never too late to learn， 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很感谢 Tony 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哦。谢谢，拜拜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